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子，他说了他是红白喜事的大拿。不能跟我同行吗？是同行、啊、不知道是不是同行哈、啊、但是能敢自称是红白喜事的大拿，我觉得这也是大手了、嗯、来掌声有请小伙。全程热烈，新官长，中高岸一人下土楼长，喊东北爷们儿接大浪的墙，甭管多少火海都敢为你闯，要是心狠活你就慢慢都不会。大家好，我叫严富爽，来自吉林辽源，今年24岁，我的爱情宣言是红白喜事我最在行，全程热恋找个新娘。好，来看一下16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，选意中人。燕子，燕子，哎呀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直接上，直接上，直接上了，哎呀。粉丝们，谁说都是你的粉丝们？刚才所有的人都已经几番的举手，打算要换掉十号，然后换掉。你看那么多姑娘等着呢。没事，啊、对，接力女嘉宾都准备好了。对，都已经准备完了。都谁说要把我换了？啊？都谁说要把我换了？现场所有的观众。啊？就那个戴眼镜的那个第二排那个男的啊。看了，看没看见他？废了，你废了。你干啥？我得温柔点、啊、我今天得温柔点。现在这是第三个小伙，来你跟他先打个招呼吧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小伙是不是有点吓一跳？这到底是咋回事？拎行李箱就上来了。我也纳闷了，咋少个人呢？咋少个人了？相亲吧啊，相亲吧，今天就这一身了哈、啊。来，这好像是长途跋涉旅游来相亲的。往下机场。好，先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，严福爽的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小伙子。一不要你又来，二不要你愁啊。我叫严福爽，今年24岁，是一个祖传的二人转演员，我们家全家都是唱二人转的。从爷爷到爸爸都是从事啊跟二人转有关的行业，所以我从小就接触二人转了，10多岁我就开始学习了，到现在唱了已经快10年了。八宝渡金口啊，现在啊我在我家这片啊也算小有名气，红白喜事呢商演呢也不少，虽然我干这个行业也快10年了，但是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职业，我觉得这个职业说出来特别的没面子。本来啊我这个人啊就好面子，也总寻思转行，之前我在外边打过工，但是因为我脾气太不好了，7天就跟人家干了2仗，实在是干不了了。台上的女嘉宾，你们有什么好的工作指点指点，帮我转转行吗？我给你介绍一个同行，4号领地儿啊。你好，小伙。哎，你好。我看你是做农村那个红白喜事的。啊，对。那我看你刚才短片中是那个，就好像是专门上那个红活吗？白活有没有上？有，现在就是在家上白活了。然后上白活。对了，那你是上白活就是乐队吧？不对啊。哭灵。啊，那不对啊，有时候也、啊、也哭。啊、那你辽源那边，比如说上白活的话，一个哭灵每天的工资是多少啊？哎呀，想问问价位都什么样哈、啊啊，收入怎么样、啊？万一咱们有机会合作啥的、啊？6钟。6钟，你这大家能知道吗？6钟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让观众朋友们知道吗？这是你们的行话吗？啊，对，行话啊，真不知道啊。6钟是150的意思。150。对。那
那你的六中跟他六中还不是一个六中啊？你的六中是一千。不是，我没有那意思哈，可能是我很惊讶，就是因为咱们好像咱们是同行，为什么这个工资差的这么多？我在这面最少也是正牌500。不一样，我知道那个就是咱们那边跟辽宁那边还不一样呢。你是指的是乐队的工资吗？所有演员的工资全这样。150，就比如说去给库玲也是150。啊，对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咋说呢，就是辽源吧，这方面呢就是都融为一体了，就是说一个人多面性，就是能唱能吹还得能哭，就是干的不一样的活还得挣的比你们少的钱。那你跟我们这边可不一样，我们这边就是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很受人尊重，知道吧？像你刚才短片里说的，觉得干这行很没有面子，这是我非常不认可的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咱们这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低贱呢？为什么让人？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么回事，喜欢而从事这个行业，我觉得干一行就得爱一行，无论别人眼光怎么看咱们，咱们是凭咱们自己的实力、自己的努力能力来赚这个钱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。我很骄傲我干这行，我觉得有的人还想干都干不了呢，羡慕得不得了啊。好啊，这个活就这样啊，这个好人不惜干，烂人干不了的活，这个得凭实力。我跟你说，我在我们家九台这一片，你打听徐慧颖几乎全认识我，非常有名。你说到底你俩不还有个艺术范畴也是一样的吗？对，都是二人转出身的。是，对对，因为都是前边都是唱二人转的，我看你也是唱二人转的，要不咱俩唱一段吧。来一段吧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有请四号领地，有请啊。这样吧，我们都说咱俩那个二人转一般都是老搭档，都得说起合手，咱俩也没见过面，初次合作。那么我是这么想的，初次合作呢，应该唱一些让大家都比较熟悉的，让大家都能听懂的，耳熟能详的是吧？嗯，对，耳熟能详的，就是那啥吧。今天我看你还来相亲找对象来了，咱俩唱一段情段吧。行，来一段送情郎行吧？行。然后就像你刚才那个啊，短片里的江南送情郎。好，来掌声欢迎啊！小妹妹送我的郎，送到了他们洞啊，天安上啊，老天爷降雨又刮风啊，刮风倒不如下点小雨好啊，下小雨啊，留着我的郎多来几分钟啊。情郎哥哥，小妹妹，我舍不得你走啊。那就别走了。小妹妹送我的郎，送到了他们南呐，水腰中我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啊，这一元留着我的郎，满是一张火车票啊，这一元呐、留着我的郎，满是一颗中华烟呐。行了，哥哥，小妹妹，拜拜，拜拜，我走了。好，谢谢，我舍不得你啊。合作怎么样啊？感觉我觉得初次合作还挺好的，这就行了。因为都是做这个行业的，一个眼神可能就会那啥，就能明白了，就能明白有默契啊。好，谢谢，非常不错，谢谢李弟儿啊。